每个人的父母都是不一样的，我才意识到义军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比如说啊，好比说我有时候在一个节目里，呃、哎，讲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父母啊，现在老了，这就是特别疼惜他们啊。哎，我就看有的时候弹幕就会，尤其是很很多年轻人，他会让我到，他说，哎，文涛跟父母感情好，文涛很幸运，生活在一个父母很好的家庭。我才意识到，在今天。 可能不是多数啊，嗯，但好像有那么一个少数吧的年轻人，对这个父母啊，简直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？非常反感。比如说啊，他你有这样的父亲，所以你对你父亲有感情。我的那个父母就是对我呀，简直是把我当成他的出气筒，呃，把我当成他的工具，把我当成他人生的这个寄托，要塑造成他那个样子。什么还有什么把他人生的失败。 全都发泄在我身上，对，呃，这可能会很多，嗯，不是少。现在接触这样的这个直接接触的人不多，但是看到的这种新闻什么的很多，嗯嗯嗯。社会的，因为嗯、呃，我们社会主要是变化太快，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理念不同，所以他的这个矛盾冲突就大。我们小时候啊，有一特别明显的一个规律，就三大教育系统。 家庭，这是第一个教育系统；第二个教育系统是学校；第三个是社会。三大社会教育系统呢，指向一致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它指向不一样，所以它肯定是冲突的。我们小时候从小受的那教育，爹妈跟你说的话，跟学校说的，跟社会学的说是他一样的。现在是爹妈说一路子，到了学校是一路子，走上社会又变成另一个路子。那么每个人呢，就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。 他当他能独立生存的时候，他一定选择最有利于他生存的，他就这个价值观就冲突。他本身，而且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背井离乡啊等等，嗯、就是跟父母的生活环境完全都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对对，各种方面这也是个问题。就他在城市里生活，父母在农村里根本就看不惯。首先，你那段浪费他就受不了。还有一种也可能是个阶段性的。 我们小时候肯定也对父母有很多的反抗，我就记得一个特，你刚,刚一说，完我特可笑的事情，我小时候给那个童话大王郑渊洁写信，就说我妈打我，呵呵就会干这种事儿，就你会抱怨父母，这是一个很日常的事儿，但是慢慢你长大了，可能这个阶段会不一样嘛，而且人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叛逆，比如我小时候叛逆就是我到北京来上学，我我我就我选大学全选的北京，我不在上海待着了，就这种想远远离开这种这种冲动一定是有的，但你到某一个时候又会。 回归等等，我我就一说到这个父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那时候就他要生孩子了嘛，就他老婆要生孩子，他就特别恐惧。嗯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千万别生一儿子，因为他老觉得父子之间的这个冲突会非常的大。”对，就是父母父女或者母女母子都没那么大冲突。一想到要生一儿子，他就会特别紧张。还好他后来生了个女儿，但是就是说他会预见到有这两代人有冲突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呃，有个量。 就说刚才说的管束啊，呃，叛逆期啊等等，这种你对孩子的,的爱到底有多少？嗯，量我们很少给予爱，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，恨他这个不行，恨他那个不行，恨他缺这个，恨他少那个不，一定要把它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，老说要人生赢在起跑线上。 他们就相信了这些鬼话，然后做一些鬼事儿，虐待这些孩子，不让他们休息，剥夺他们玩的权利。这些量如果过重，就会变成了仇恨。哎，所以我真是觉得我选择是对的。从小，我就跟我那我孩子小的时候，我就跟我那孩子说。 上学以后不许考一百分儿，哇！考一百分回来我揍你。这怎么讲啊？就是让他别把自个儿逼得太狠了。嗯、对，玩儿，先是玩儿。小孩上小学就是玩儿，六十分就可以了，就别五十九。对，所以我那孩子到周末我就带着他玩儿去。哎，那时候玩儿的地方少，就到我们那山里头去啊！嗯、哎呀，大山里头、泉水里头，哎呀，那树上什么、哎、<呀>玩儿，就是玩儿。 啊，您说的太好快乐极了，我真特别庆幸我当时的这个这个选择还是对的。首先，我们父子感情就深，哎，对我们很少发生那种冲突，很少发生。可是现在做家长要这么做，哎、别人该说你这家长不负责了。我们那时候也也这样，那个那个那个呃，经常的要要叫叫叫家长到到那个学校里去。 啊、哦，你也给教训过？我没去，我坚决不去。就 <laughs> 是七一、其二，我太太去。啊、哦，这爹会躲。老师也冤枉，因为老师有一升学率。<laughs> <laughs> 对呀、啊，你那个好的老师哈，你尤其考，一个是初中考高中，高中考大学的时候，他都有这种，你有多少学生考进多少好大学，这个太要命了，这太要命了。但是就说，是不是孩子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？ 如果你对他要求不高，没有，不可能。怎么说？他出去走到哪儿都要有竞争，这是这是铁定的。不是说就你现在学的少一点，他就就赶不上，不可能。因为他的大脑还没开始发育到那个程度，就给他去上奥数，没道理。那真是折磨孩子，叫泯灭天性。 哎，所以现在政府都是要要遏制这个校外这个绝对是对的培训，就是说绝对是对的，就是不能在起跑线上就有这个压力和不平等。对对啊，嗯、不能不不不不能那个那个那个坐视不管。但是您又要求说，呃，是十八岁必须得自食其力，不能还靠着我。十八岁必须自食其力，那老考六十分能吗？能。<laughs> 您的儿子大鱼能？不是，嗯，他当他大脑发育很好，他的人性非常正。 他做什么都能自食其力，嗯，我我认为我同意，就是这个现在如果，呃，你想自食其力，就比如孤立无援，没有父母什么什么，扔进社会，今天挣个钱，挣一份钱养活自己，不是很难的事。嗯、哎，当然你不能要求说我今天挣着钱，今儿酒吧，明儿什么什么五星级大饭店，这不行。就是你养活自己，养活自己。我觉得一个健全的人养活自己没有,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今天的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。对。 那您比如说，呃，您的这个儿子，他有没有靠你的地方？他也有有，但是他在上学的整个过程和他工作中，根本我从来不会帮他。我当时他回来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找工作，说爸，你帮我找个工作吧。我说可以啊，帮你介绍个工作。但是我只是负责介绍，去了都是你自个儿的事。从那以后就。 什么都不会管。就是、现在这社会上说最焦虑的父母，实际上是中产的这个父母。他们说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最怕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以后的生活。就是如果你是，就是说最底或者最高或者怎么样，他们都没有那么焦虑，可能也就这样了。 他是可上可下的时候，他就特别焦虑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比过得比自己好，所以会产生很多的竞争。他凭什么过得非得比我好？他跟我一样就差不离了，嘿嘿对对。而且跟您一样也难啊。再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是指父辈这这一层人，嗯、为什么要一次要比一次好呢？这个一次比一次好，那你等于把自个儿最后就放到绝境去了，是不是？你登到最高处，你就等着摔嘛。 其实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发达社会都是这个状况。发达社会的竞争反而没有我们现在跟那么激烈了，就是它激烈过程已经过去了。大家都是，你尤其像这我们像咱们不说欧欧美吧，就说、是、亚洲，亚洲你看看像日本这种社会，那每个人就是打一份工，挣一份工资，<对>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。心态可以放平，对对，心态一定得放平，就是心态放不平是一切事儿都做不好。 哎，您说为什么哈？就现在，就是我感觉到有些年轻人的父母啊，他对孩子的那个期许啊，是那么强烈，中国人啊，文化,不不文化呀，文化呀，文化呀，哎，就是强烈到了，的确就是您说的，是不是？你甚至有点怀疑，是不是超越了爱的这个超越了这个限度？超越了就对，他是当然都希望他早结婚、早生孩子，或者说是希望能够考、呃、能够考上个什么好学校，找一好工作，甚至能够成为出名。 对对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简直就到了这种，哎，对，断绝关系，你再不怎么着，我就断绝关系。对那这个人生的这种过程丝毫不理解，就觉得这个考高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还真是。 这人呢、啊，我觉得还真是有一个健全的身心，对，就咱们说的这个情商、智商，<对>而这个需要在一个健康平衡的环境里，平衡平衡，呃、<对>它他能培养出来，<对>它不是一个单项考试多少分对对，对对就能应付未来的生存的。这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你的终极目标，你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走向社会，在社会上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。那我们的社会责任中呢，呃，我们都会认为啊，都认为我这份工作体面，挣钱多啊。 但是他未必是获得幸福感。如果社会划这个层次，给把这个人定成三六九等的时候，确实是压力就变得很大，就觉得我这工作就不如你。 哪有工作不如的、这个？这个呢，就是反过来说，也正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大，有些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他也觉得看到了改变的可能，所以他要积极争取。就比如说啊，我去过有一个就是在云南，就是就是山区的这种这个中学，他、嗯、就是那个一块屏幕那个改变命运那种啊，他就是什么呢？他我以前觉得，哎呀，你们这个仿人家。 那个就是那个中学刷题，那些孩子都太苦了，就是每天上好多好长时间的课，我中间课间休息没有，课间休息都是你跟他说话，他都得拿着一个就是那个卷子，他手里没这个，他都哆嗦，他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成天刷。可是我跟他们老师一聊，他说那就是这样，我自己就是只有通过考高分这条路，我才能改变命运，没有别的路。那些孩子就真的能考上，有个别好。 没有午休，没有没有周末，但是他说：“哎，我们出了北大清华的，就有人从这里跳出去，他就改变命运了。就他们，当，当然，他改变命运之后呢，他到了那些北大清华以后，可能放眼一看，他会发现自己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缺失了很多，就像您说的心灵上的、精神上的很多东西。但对他们来说，就是改变这件事儿，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可能，他就觉得为什么不，我就得这么做。咱们这个讲这个父子啊。” 我最后就回过头来就想，您当年说的，就是的确有一个阶段呢，父子之间是矛盾特别大、特别厉害啊。可是呢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些呃年轻人，他们将来到了我这个岁数，我不知道想法会不会有改变。就是当年我想想，呃，三四十岁的时候跟父亲那也是闹到不行了，那气得我妈心脏都房颤呢，在旁边啊。但是现在啊，你一看啊。 八十多，这老父亲呐、啊，我真是看见他，我就想起风烛残年呐、啊。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觉得他没有缺点，而且你知道，老人呐、啊，大脑也在萎缩。他到北京待了两个星期，是吧？他已经忘了他在这个老家，在石家庄啊，他忘了他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了。老人有的时候还有一种老人的自尊心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你知道，我有有一个导演叫许鞍华。 拍了一个电影叫《桃姐》，我就问他，因为他也是跟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说：“你对老人有什么呃想说的哈、啊？”他说：“人老了要接受年轻人的帮助，就是说人老了别要强。”我当时挺不理解这句话的哈。我说：“怎么老人就不不要接受年轻人的帮助呢？”现在我跟我照顾我父亲，我能理解了。你他都那样了，他但是他有他的自尊心。 他不想这本心呢，如果不是就开始失去能力，他可是怎么打死他都不愿意花孩子一分钱，麻烦孩子呃一点儿。所以你现在真的得劝他，你不行了、啊，你就得接受。有一个细节，我前几天想起来，我就觉得特别心酸，就是我说这个衣服，我说我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自己洗你的衣服？我我以为他是抠嘛，我怕费电。 我说我每天扔洗衣机里一锅，你就跟我一起洗啊？你为什么不一起洗啊？我说这个扫它都是费电嘛，对，有都是费电一样的废水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洗啊？我这么说了他两天，最后他说出来一个，他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，嫌老人脏，嫌老人身上有味儿，就不愿不不愿意衣服跟老人混一块儿。哎呦，我听着。 就特别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老人他也有他的这样的一种一种，就叫自尊心，自尊心、嗯、啊，就是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，不管年轻的时候发生多少这个矛盾，等你看到真是父母亲风烛残年那一天呢，我真不知道，就说你还能不能还恨得起来？反正我是绝对就没有了。亲情中的这种矛盾呢，是是。 就是就这种教育矛盾啊，我们先说的教育这个矛盾，限定这个前提是很容易解开的，因为我好多年前在央视做过一个教育节目，那那当时呢特别逗，这边这个方台上全是孩子，这方台上全是家长，然后我在那个嘉宾席上看着他们很清楚，整个孩子那帮那个台子上大概有个百八十个孩子吧，全是这么坐的。那种养着特别，家长那边呢全是这么坐的，所有的家长全前倾。 整个一百多个家长是呈前倾状，那一百多个孩子呈后仰状，你在这儿看得很清楚。<laughs> 嗯、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谁是弱势，就看得很清楚。家长全是弱势，<laughs> 嗯、那孩子一说话气儿一大的那家长是不敢出声，你知道吧？啊,啊没有办法，就是家长跟孩子都是叛逆期的孩子，没法沟通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做这么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是觉得特别这种画面感，就特别清晰的反映社会的一个整体矛盾。 您呢？随着时代，随着那个人的变化、年龄变化，呃，生理的变化都会改变，不断的在改变相互的关系。我就感觉到您跟那个陈强老先生，嗯、这个最后您这个跟他在一起，那可真是无微不至。嗯，呃，但是有的时候也得也得，就是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去做，一定要要有些事情一定要坚持的，对，对他再有自尊，你也得坚持。 怎么对他好，就感觉他变小孩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对吧？你就变成真的是人呢，就是父子这是一个圈儿，<对><吧>一个圈儿，是吧？对，尤其是尤其是，就是第一次他那个得大病的时候，这个大脑栓塞了一下，然后他大病的时候，那个当时的第一个感觉，突然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块，啊！我到那时候他躺到那儿的时候。 我真的自己觉得哦，这个就就是所有的担子都得自己扛了啊，就是连老人我都得都得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他的主我也得替他去做了，嗯，就过去就轮不着我。他身体特别好，我父母都是身体特别好的人，就是一辈子也不得病。哎呀，就老也又轮不着我照顾他们什么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 啊，特别逗，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倒到那儿了，哎呦，突然就觉得自己又长大了，呵呵就是这种感觉。您会指望您儿子将来再把这个担子挑上？不指望。好像现在的这个岁数的父母都都说的都是，我绝不指望我儿子将来给我养老了。那可不，因为那就一个孩子，哎、嗯，他不像我们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仨，啊。 这个照顾老人，他还能轮着，就一个人你怎么照顾，对吧？一对一根本照顾不了。那大鱼他有传承您的教育观吗？对他的下一代？呃、哎，我觉得还凑合吧，还行。我们那个孙辈都很快乐，<laughs> 孙辈都很快乐啊，这个小脾气都有，这就挺好。哎，这就很好，哎、你看看，都有自己脾气，非常好。 所以，过去以为他们代代相传很严厉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印象。现在看来不是，实际是有智慧。对，实际是有智慧的。嗯、对，这是一种智慧，这我我我相信。对，那个另外一个，其实你看我父亲这辈，他给我的那个更多的教育呢，我是对他，他对我影响最多的是什么呢？工作方法。 哦，oh, 他不是说表演的方法，而是工作的方法。表演的方法，他对我讲，你可以从这个人学这儿，那个人学那个，他是千变万化的。他说这个工作的方法，他说是更重要的，就是一个剧本怎么能成，怎么一个人你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挑挑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。 你你就得担当，一做你就得有很多担当，别人不做的事儿你都得能做。另外一个就是民主，哦，您父亲民主，叫那个创作空气要自由，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。他说我们八路军就有这个好。 这点优秀的传统，他说，一个炮楼要攻不下来，的时候，大家坐一起商量，里头也由您父亲，<laughs> 没辙了，没辙了，<laughs> 对不对？啊、对一块商量怎么拿，最后总能把它给拿下来。怪不得战斗力强，<laughs> 啊、这就是民主。<laughs> 他说这个一个人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完不成大事的，然后就是。 那个，所以我在我我向他学的东西就是他在他的那个，就是呃、哎、做还那时候还负责点领导呢，然后他还放下身段去把导演呐、啊、什么那个那编剧啊什么演员都弄到一块儿，大家一起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弄，哎，就这种工作的这种方法，哎，给我影响特别深特别深，然后经常呢带着。 编剧一起谈剧本，怎么谈什么呢？就我也在慢慢从这里头学习了好多东西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嗯啊，然后慢慢到自己挑大梁，就完全按照他的那个工作思路去走，这真是子承父业了。对，对所以您看啊，这个父子之间这个矛盾，假如就是炮楼的话，<laughs> 也得靠民主。 民主，咱们把这个给隔阂冲 <唉唉 S 1> 突给他解决了，所以您看，跟这两位爷在一起长智慧，又学到了做父亲的智慧，又能学到做儿子的儿子智慧，唉唉是吧？还有这个母亲在旁边看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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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。